日前韩国歌手郑俊英涉嫌散布偷拍性爱短片和照片，韩国警方已立案调查。有网友统计，丑闻事件曝光后，已有包含少女时代 Yuri、宣妹、EXID 的 Honey、Tiara 的智妍、Jessie、Henry 等在内的31位韩国明星取关了郑俊英，甚至还有艺人直接删除了和他的昔日合影，表达立场。随着案情的逐渐明朗化，越来越多的黑幕被曝光，李胜利和郑俊英等人这一次难逃法网。不管胜利事件的最终解决如何，都希望各位公众人物能够约束好自己的言行，也希望此件事情尽快解决，让娱乐圈快点恢复平静吧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